受别人那是当初养身上裁下来的毛，然后还没有经过清洗后，然后清洗之后，然后我们精梳之后会变成右手边这个白色的羊毛。那我们在经过纺纱机跟梭织机处理之后，会变成左下角的这个线圈。然后线圈之后，我们再用平织机完了之后，会变成一块布块。